各位弟兄姊妹好，好快我哋踏入十二月，我哋盼望喺呢个时间入边同大家作出一啲嘅报告。橙园而家系喺呢一个嘅 Purple Tier， 意思就系话我哋仍然都要上网嚟到敬拜同埋参加呢个嘅主日学同埋呢个嘅团契。盼望大家继续为着呢个疫情嚟到祈祷。讲开祷告，亦都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我哋每逢星期三晚七点半嘅祈祷会。同埋星期日早上八点半，喺崇拜之前，我哋都有个祈祷会。喺嚟紧呢个嘅星期日，我哋会纪念呢一个嘅主餐礼，所以请大家亦都预备呢个饼同埋杯。喺10:45嘅时候，我哋会开始一齐嚟到纪念主。喺11月14日嘅时候，我哋好感谢神，有多过120位嘅弟兄姊妹翻嚟。我哋一同嘅嚟到去领受嗰个嘅神嘅赐福，就系我哋送咗啲嘅波爆同埋啲嘅礼物，个目的就系答谢弟兄姊妹过去一年嗰种嘅劳苦同埋嗰种嘅忠心。喺今年我哋都收集咗有359个嘅鞋盒，盼望明年嘅时候我哋可以收集得更多。为咗答谢消防员，我哋都收集咗弟兄姊妹所捐出嘅禮品卡同埋一啲嘅慰問卡，仲有嘅就係一啲好好嘅信，大家亦都寫咗出嚟。我哋甚至乎買咗有32本專俾呢一個嘅消防員用嘅聖經，我哋已經代表弟兄姊妹、代表教會已經分派咗出去有16間嘅消防局。關於一啲捐獻嘅事情，盼望大家亦都唔好忘記。是我们每一年都会特别去纪念这个 Lolly Moon 这个 Christmas 的 offering， 所以直至到12月20日，盼望大家可以凭着这个爱心、信心来去奉献。我们今年那个的、目标是50,000。一阵间 Minister Ruby 也都会跟我们讲一下，在12月12日我们将会有一个穿越百里行，一个很好的节目，一个好的事工，我盼望都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参加。而最后也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在12月20日1:15，在当我们开这个月会之前，我们将会有一个纪念和感谢 Minister Dora Shin 那个 retirement 那个的时间。盼望大家在12月20日1:15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坐在这个的电脑面前，我哋一齐嘅嚟到去为着 Minister Doris 啊，佢过去咁多年嘅服侍嚟到感恩。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啊，盼望神亦都继续嘅嚟到带领你哋，愿神嘅恩典怜悯降临喺你哋家庭身上。圣诞节嚟紧啦，你同埋你个家人想唔想跟埋我超越时空，翻翻去主耶稣出世嗰晚嘅百里行程啊？如果你想的话，跟住我来吧。是啊，圣诞节这个圣诞节，我们很诚意邀请你和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全教会性的外展一个节目，叫做 Drive Through Bethlehem。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在这个百里行程的道路里面去驾驶和去看看主耶稣出世当晚的情景。那个日子就是12月12日星期六2:00-4:00，就在我们教会的停车场那里。如果你真的想来的话，记得要去报名。那报名那个程序是怎样？很简单，只要去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cbccoc.org， 找到找到那个Bethlehem Drive 那个 box， 跟着就是进入去啦。而最重要就是说呢，我们有4个时段给你选的，揀咗你適當嘅時段，佢有個 promo code， 揀咗呢個 promo code 你先 register。當你 register 嗰時候咧，就會可以去到，係啦，攞到嗰個票。咁咧，嗰個票就係你當日咧要帶嚟去 check in 嘅。咁如果你見到佢話寫住嗰啲飛派滿，其實你唔使驚喎，因為最緊要都係用你個 promo code 再去嘗試睇可唔可以去報名，係啦。咁我哋而家 so far 咧80個位裏邊，有40個位差唔多已經被人報咗名啦，所以你哋要盡快啦，係啦，我哋當日咧真係好想見到你哋，希望當日我哋整個隊工可以喺嗰度見你啦。